应该描述，沿路就要开始描述了吗？我不是在讲路，我是说那个状况，自己的状况。就目的地在那里啊，沿路这个状况就是要开始描述了。我看旭彤有在做，所以我就没有做了。因为上次去六轻的时候，我一路上都有录嘛。那我看到旭彤有在做，我就想说啊，有人做就好了。是用写的吗？是用写还是用？我很少用写的，我很少用写的，写太花时间了。录一下放上去就有在竹东下去啊？哦，我以为是峨眉山那个峨眉，那个峨眉乡。哦，因为你只讲到峨眉啊。新竹县的。啊、哦。你峨眉的。我要去那个采访一个有机农场，他盖牛舍。有机米，有机鸭蛋。他们是放山吗？我上次有贴在社团啊。奇怪，我闻到农药味。下车了吗？等一下，其他可以不用马上下，他记录的工作。东西要袋子吗？还是只要带渔具就好了？好，谢谢。你看要不要东西要小，加个杯子。东西要袋子吗？不用。不用带。晚上才要进到那个，只是晚上。